首先我跟大家报告哦，咱这今日的是讲红海的电动车要来。高雄市长陈其迈在冈山参会上与企业家排排站，左边第二位是高雄钢铁界要角深绿企业家翁文昭，而右边这位则是国民党籍产业大佬台湾螺丝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途进。不光边听边点头，还鼓掌叫好。明明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民间好友，又是蓝营重要庄脚，柯志恩9月30日造势晚会前，却站在了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其迈身边。这一次平连任，获得许多地方及企业界重要人士的全力支持，也包括螺丝工会理事长蔡途进也表态支持。其迈市长的认真深得民心。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各个县市都是这样，利用他的执政的优势。要求我们的这些社团、企业、公司，或者是我们的这些企业老板来组成立一个后援会。蓝绿小鸡解读不同，只是无独有偶，左营深蓝票仓也有国民党籍里长挂布条感谢陈其迈。其实这一次我们是感谢市长他的口头的承诺，答应新建我们活动中心，没有代表我们选举要往哪边站。里长赶紧澄清，只是因为当地40多年没有活动中心让里民聚会，向市长争取获得承诺，才会做布条感谢。这个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啊，我想大家也不要有太多的联想。陈其迈也呼吁外界别把布条跟选举扯上边，但蓝营里长似乎也承受不小压力，布条只挂一天就撤下，就是怕对手做文章，对同党参选人不好交代。记者林欣、杜颖杰采访报道。